由宋一鸣带领的一起发光教会日前爆出将小甜甜换角的风波，后来教会又在社群平台发出声明，指控小甜甜的私生活有很大的状况。这个事件延烧数日，有些艺人发文支持宋一鸣以及一起发光教会，又不少和小甜甜一样已经离开一起发光教会的艺人纷纷站出来发声力挺小甜甜，指出一起发光教会种种不当行为。最近阿奔也在凌晨透过社群平台的现实动态隔空向宋一鸣宣战，对于近日许多艺人在一起发光贴文下方留言力挺教会，阿奔发文嘲讽带风向比稿大赛开跑漏，认为这些艺人在同一个时间发文还使用同样的关键字开酸，这根本就是一起作文。随着这篇贴文的曝光，一起发光教会所引发的争议再度在网上掀起热议。